停停停停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要拿一出黄梅戏糊弄你老子，我这辈子最恨被人糊弄。围巾，过去！这里头上有一男一女混进了招魂会，然后打伤了田队长，现在整个宁绍县的进出城路都被封锁了。看这架势，如果不把这两个人揪出来，誓不罢休啊！ 就是他们，动手！这个宋卫还是动手，哇，这还能怎么办？走！ 怎么和野泽太君那边交代？交代个屁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赶紧把那帮戏班他娘的给我抓起来！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不知道，但是肯定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是，他娘的，走！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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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呢？给我装死呢是吧？ 哎呦喂，看来你是真要见阎王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装死是没有用的。你们私藏重犯，都等着给我坐牢去。田队长，此事跟他们无关，请放过我的师弟师妹。跟他们没关系，跟我有关系啊！啊！ 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说的话，你们全得坐牢。我说，是，别死了啊！大师兄，真他娘的晦气！给我抓起来！ 好，你来，快点，别走，别走。你怎么来了？
老大让我们跟着你们，怕你们出什么意外。没想到还真被他说中了。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如果林啸他在，也会一样的。你们刚说什么？林啸？你认识他？他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云里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什么？诗诗，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我可能比不上那个诗诗，但我敢保证，没有人比我更在意你。就算为你去死，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。巧儿，别傻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 小红，去看看。乔儿姐来了，来了。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咱戏班的人都被保安队给抓了。什么？被抓到哪儿去了？听说关在保安队的大牢里。不着急啊，等紧一下啊。 遮东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红旅长呢？他已经殉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红旅长作战身先士卒，可没想到，他没死在前线，却被日军战机击中。 要不撤退，也许他还活着。委员长，他也是没有办法。大闹日本出兵现场的，是你们吗？我们本来是去查，到底是什么人，能干掉一个鬼子中队。看来我们现在是找到了。没错，是我干的。你不撤离上海之后，按说应该直接前往南京，怎么现在还滞留在宁绍县？ 我已经退出国军，从此不再为党国效力。你这是临阵脱逃！走！背叛党国，你信不信我毙了你？萧水寒，你舍命留守浙东，勇气可嘉。 但要想以势压人，我林啸不吃这套。走。 太君，你是说那一男一女因为有人接应，才能逃脱？太君，小的我吧，我其实已经控制局面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来了一帮人。哎呦，小的是一时疏忽，他们肯定是里应外合呀。不过太君您放心啊，那帮戏班的人已经被我抓到大牢里头了，而且我确定，这帮人肯定有反日分子。 要不然那一男一女也不可能打扮成戏子混进去，是不是？太君，小的我恳求你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一定严加拷问，顺藤摸瓜，把那帮反日分子抓起来。你是说那一男一女藏在戏班里，妄图出城？对，是这样的。那他们现在？
管在哪里？他们在那个保安队的大楼里边。马上带我去看。是，请。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军令如山，他连小连军令都不听的话，他还算个军人吗？你不也曾经抗命不尊？他是背叛党国。 谈不上背叛吧，即便退出，林校也在打鬼子。我认为这就足够了。怎么，你认为他无可厚非吗？我告诉你，军人的信条就是服从，令行禁止。每个人都像林校他这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怎么能保家卫国？他杀死整整一个中队的鬼子，不顾生死出手拯救你我，你觉得这还不算保家卫国吗？可是我，你是我的长官。 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只是觉得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。既然在打鬼子这条路上，我们与他殊途同归，你又何必强人所难？好，好，好，或许如此吧。我知道，现在国家危难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。我只是心里想，如果能把林校的猛虎连给收编了，那我们现在的局面会完全的不一样。 怎么了？我们现在逃出了宁少县，可是戏班的人还在，他们现在已经有危险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。站住！你要回去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救他们了。就凭你我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戏班的人和大师兄为了救咱们，现在他们有危险了。可我们现在回去，除了自投罗网，根本毫无用处。 那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我们先回去集结队伍，静待时机再杀回去。没想到救出的是条白眼狼，不说知恩图报，反倒打起官腔来。 早知道这样，咱们就不该出手。萧水寒他能够留下来，证明他是条汉子。你还替他说话？要我说，你们国民党为啥总打败仗？就是这种指手画脚的人太多。哎，快快快快，打开打开，快快快！哎哎，太君这边请，快点快点。打开打开，太君里面请。 不用害怕，我不是来杀戮的，我是来查明真相的。现在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吧？从小我就喜欢艺术，特别是中国的昆曲。我认为呢，艺术是崇高的，是不带有任何杂质的。 所以，我对你们也特别的尊重。但是，艺术一旦掺了杂质，就会变得无味，甚至令人作呕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归艺术的本质，不要和那些抵抗分子暗中勾结。如果你们不说出真相，我把你们全部杀死。对对对对，你们要是谁知道，赶紧说，要不然没好果子吃。 你告诉我，是谁把那两个人带进戏班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这帮小日本。看来你是不愿意合作了。我没兴趣当汉奸。哎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 我，说。
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那两个人是大师兄安排进来的。大师兄？大师兄，大师兄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怎么回事？太君，不是，大师兄是死了，但是他是畏罪自杀的，是这样吗？对。站住！干什么呢你？两位老总，我们是静春社的，来看看戏班的同门。静春社？哟，这不是静春社的当家花旦巧儿姑娘吗？老总眼力好，想你正是巧儿。怎么着？今儿有空给我们哥俩唱上一出是怎么着？老总说笑了，我刚刚听说戏班和保安队闹了些误会，所以我赶紧过来看看。误会？说得轻巧，他们勾结抗日分子，死罪。老总，你听我说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他们是被冤枉的。求你网开一面，帮我去跟田队长说说，改日我们静春社上下一定前来拜谢。哎，你可千万别抬举我。这事儿，太君已经知道了，别说是田队长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没戏。不，老总您开开恩，让我去见见我的同门好吗？哎，对了。这点钱，来，二位老总留着喝酒，求求您了。说实话，这事儿给钱也没用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巧儿姑娘，您是咱这十里八乡首屈一指的花旦，我们哥俩平时俸禄少，薪水低，也没机会听巧儿姑娘唱曲儿。要不这么着，你今天啊，给我们哥俩唱上一出，我一高兴，让你们俩进去看一下，啊？你说是吧？啊！可是老总，这里没有伴奏，我怕污了二位老总的耳朵。哎，不碍事，你尽管唱，你唱的，哥哥我都爱听。好，我唱。太君，这位呢，就是静春社大师兄大龙的尸体。这个人是中毒而死，看来这个大师兄只是个替死鬼，真正的操控者另有他人。大佐明鉴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既然这个大师兄已经被灭口了，看来短期之内是抓不到这个操控者了。这件事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春色是季。外面是谁？哦，我这就去看看。慢着，我自己去。啊。箫声默地，一句高来，分花。哎，太君，姑娘。你的声音太美妙了，刚刚那首《牡丹亭》悠扬婉转，余音绕梁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在下来华数年，总算是听到了如此美妙的昆曲，也算是三生有幸。谢谢夸奖。敢问姑娘大名是？啊，太君，这位是宁少县的巧儿姑娘，静春社的当家花旦。啊，巧儿姑娘来这里是？我戏班的同门被押进大牢，我想探望他们。
哦，静春社。嗯。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关押他们吗？知道。我刚刚见过他们，他们跟你一样也是艺术家。艺术家最容易被坏人蒙蔽，但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对他们可以既往不咎。你是说真的？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法则，所以你除了服从别无选择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你告诉我什么条件？只要巧儿姑娘和你的戏班答应为我演出一场堂会，我就释放他们。我答应你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。放心，太君。没什么好东西。哎，那个巧儿，你呢是一个聪明人，这窝藏抗日分子啊，那可都是掉头的死罪。田队长，嗯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哎，嘿嘿嘿，巧儿姑娘，你要这么直接，那我就可以说了。嘿嘿嘿，这个七川太君呐，听说你们戏班我私藏这个抗日分子，那可是雷霆大怒啊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，好歹咱们也是乡里乡亲的。再说了，我也算是你的票友，我呢就立马跟这个七川太君求情。你可不知道啊，这嘴皮子吧，他都磨破了。最后七川太君呢，他答应我了。他说这个从今往后，田队长啊，这里呢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，您别嫌少，这就是我一点心意。哎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您千万别客气，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你要不收下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。收下收下，你说巧儿你给我的，我能不收下吗？那不驳你巧儿姑娘的面子吗？是。那咱们啊，对，在里面呢，在里面呢，我陪二位姑娘过去看看，好吧？走走走走走。大总，您真的要放了那些戏子？你认为继续关着他们有意义吗？既然那些人是通过大师兄混进戏班的，那这件事就不会有太多人知道。那些戏子不过是保安队找来的替罪羊而已。属下明白了。现在如果杀了他们，就会激起更多中国人对我们的敌对意识。现在正是南京会战的关键时期，那么做得不偿失。明白。现在除了对那些抵抗分子实施严格打击之外，怀柔政策必不可少。对了，维持会会长人选确定了吗？我认为基本可以确定了。嗯，是谁？这个人叫戴广轩，是宁绍县的士绅，戴家长期在这里做贸易，粮食、布匹和药材，涉猎的范围非常广。戴家在这里相当有威望，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嗯，很好，你尽快安排一下，我要亲自登门拜访。您放心，我立刻就去办。没事的。
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，这件事除了巧儿和他的大师兄，再没别人知道。大师兄是个瘾君子，如果不出意料，我给他的那款烟土，他一定会抽上几口。那样的话，毒应该已经发作了。 去问一下现在怎么样了，不然要是万一有什么意外，那就全完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 戏班子出事儿了，不是，你别急，你慢慢说。早上你让我去打听戏班子的情况，我到了城门口才知道，戏班子压根儿就没出得了城。为什么？戏班子刚到城门口啊，就被保安队给拦下来盘查，结果查出了抗日分子，后来呀就打起来了，好像还死了人。死人了？是谁了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 有人说是戏班子里的人，也有人说是什么新来的顶班的角儿，穿啥的都有啊。那最后怎么样了？整个戏班子呀都被保安队给抓进大牢里了。哎呦，真是天降的横祸哟！哎，张妈，你在这儿盯一下，我出去办点事。哎哎。 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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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哭什么哭？哭什么苦啊？不就是死个人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儿个算你们命大，是巧儿姑娘求情，要不然你们一个一个出去，早晚得被毙了。今儿个就把你们全都给放了啊！别哭了别哭了，行了，剩下的事情你们办啊。 从家里出来，正找你呢。找我？怎么了？我听说戏班子出事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宁绍县的人都知道了。哥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只听说保安队在戏班里搜出两个抗日分子，应该就是那一男一女吧。他们被抓了。不清楚啊。诗诗，听我一句啊，这件事情你不能再搅和了，他们到底怎么样了？ 是生是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怎么就没关系了呀？肖先生是抗日，小点声。肖先生是抗日志士，要是没有他们，中国早就亡了。还有，
戏班子的人怎么办？难道就活该受牵连吗？事到如今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中国人那么多，我只关心你和义父不要出事。万一他们被抓了，把你供出来，那咱们全家都得灭门。现在情况还不明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回家收拾收拾，到外面避避风头，赶紧跟我走。我不走，姚总你自己走，我要救人去。你去哪儿啊？保安队。你不能去，你这是去送死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放心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自己担着，绝对不牵连你。你不能去。你放开。诗诗，你回来。诗诗，你们说说，这他娘的都是什么狗屁黄衣军保安队，整个都是一群草包，还一个比一个怕死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啊。要我说，小鬼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下次撞上咱一样收拾，一样收拾，一样弄死，没错，收拾他们，弄死他们，往死里打，一个都别留情。对对，一个个的，说的简单，小鬼子要真那么好打，我们也不至于就这么一路后退到现在。你们呐，根本就没真正打过仗，更别提打鬼子了。嘿，打败仗还挺有理啊。哎，住手！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梅姐，梅姐，我看今天谁敢胡闹。哎，梅姐，梅姐，梅姐，我们闹着玩的，哎呀，闹着玩。对，闹着玩的，梅姐，闹着玩。是吗？那当然了，都一个战壕里打过鬼子的兄弟了，哪能动真格的，是吧？对，梅姐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自家兄弟，都是兄弟。喜欢吗？因为是你送我的礼物，我会好好的珍藏的。这表是我留学西洋的时候买的。如果有一天能找到我爱的人，那么就让这块表记录下我们共度的每一天。但是现在，它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不过也好，这会让我们更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对吗？林秀，你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累了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又想楚玉了？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，为国为民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整天为了个女人哭丧着脸，你都不嫌烦吗？你不烦，大伙儿都烦了。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了。陈政委说过，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你这样连匹夫都不如，就是个失败者。不爱听了，真话本来就不好听。别忘了，你是虎子他们的头，既然当头，就得有个当头的样子。你说的对，你找我有事？当然有事。说，下一仗咱们怎么打？下一仗，你留下不就是为了复仇吗？我已经想好了，下一个行动是去拦截鬼子的物资。拦截物资？淞沪失守后，南京这一战迫在眉睫，我相信日本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那又怎么样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一旦打起来，
南京的物资也很吃紧，我相信日本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是这个宁绍县是这十里八乡最富庶的地方，物资丰富，交通又很发达，鬼子应该已经把宁绍县当成补给大营了。就算我退出国军，也应该为阻击倭寇尽一份力。你是说咱们半路拦截日本人的物资？没错。但是你怎么知道鬼子什么时候会把物资运过去？你上山打猎的时候是怎么寻找猎物的？藏在他们平时会出现的地方。没错，我们的方式也一样。你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我认识的人。你干嘛呢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……大家先走吧。小姐，我们唱戏的就算再卑微，也由不得你这么作贱吧？不是，小姐。真的很对不起，我无意冒犯的，我是一时心急，以为是我的一位朋友。死了的是我的师弟，我知道你，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我恨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想问一下，除了你们被关进大牢的，还有别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戏班还不够惨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除了死了的，剩下的都在这儿了。你满意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小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现在进来的是日本人，你们现在都已经成了死尸了。不留守浙东，本来以为能够为国杀敌，可是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我们不但毫无建树，连特别行动队也越来越散漫。我们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，只能任由鬼子宰割，没有别的结果。你还在生林啸的气？我只是恨我自己没有用。我问你，我萧水寒在你心目中是不是一个百无一用、只会纸上谈兵的绣花枕头而已？我不记得我这么说过。可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，一颗炮弹在我旁边爆炸都能把我给炸晕，去勘察情报也能连累整个戏班，还让林校耻笑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有用？如果长官指的是这些，是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只是个累赘？回南京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
理应战死沙场。我绝对不会回南京继续当马谡。山河雪景。